降下不停，也要注意哦，溪水会暴涨，而低凹的地区呢容易淹水。另外，在山区方面要格外注意土石松动。就在今天，新竹县尖石乡渔老部落下方竹六十线17公里处出现了大塌方，新光国小的老师上山上班都被困在路上，警方已经到现场拉起了封锁线，并且通知相关的单位赶快来处理。